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今天家里这个木耳菌出棚了，给它准备摆到菌地里去。太大了，呦呦，滑跑了。开春了，风特别的大，现在把草帘子给它拉到地里，那边的地里。这灰大呀，跑起来不知道多少灰。把这里的过道都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就开始出菌了。这菌好吧？大姑也来帮忙来了。那天我看他们还走像走弯似的那样。还得整一个吧，啊，这个搁里面呗。它得两个倒，要不这米是三四米长，还倒不出去吗？嗯，这个是一个是八米。去年不都这样好几是吧？嗯，今年也行。嗯，今年这菌也挺好。我。这样糖住了，给它垫，这个啥意思啊？菌袋不当不当掉那里头了啊，不就摔坏了吗？怕菌袋摔坏了。我只能插上了。这能插上啊？可以合格的好的就直接给它放在上面，盒上带上直接就拉走了，给它到引地摆起来。完事儿了，已经这一车已经满了。看，没球干啥呀？你还撒泡尿？这一车卸完了，现在把草帘子给它盖上，像我大姑这样给
他一个个周上去。接下来就是重复刚才的步骤了，一车一车的都给它摆到地里头，把卷袋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